关于中欧经贸争端，中方已经多次阐明了立场。我想说的是，欧方应当清醒地认识到，加征关税解决不了任何问题，只会破坏欧盟的营商环境，动摇中国企业对欧洲投资合作的信心和决心，削弱欧盟有关产业的竞争力，破坏全球产供链的稳定，是损人不利己的。我们敦促欧方拿出实际行动，同中方相向而行，通过磋商寻求解决方案，避免贸易摩擦扩大升级。